王在那边，停车场。火龙王在哪儿？游客服务中心。重启了。那要这样进去了，就是说。停车场就在这儿了。就这儿，永定土楼网，这是停车场吗？对啊，他说停车场呀。像我们这种开进去，请去内部停车，其他车辆不行的。景区路口。景区停车场，停车场入口，我真是受不了了。这停车场比较条件比较好的。收费依据，10块钱一次。先随便停一下，我看一下那个地图吧。好呀。我们在找太阳地方停，像这种太阳阴凉地儿是不行的。那地方也行哦，那地方是充电。充电桩。啊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土楼王，这是在永定，在永定县，一幢楼叫晨起楼，因为它的土楼规模特别大，最大的是吧？有好几个园区，所以它被称为土楼王。是的，这个景区呢做过很多的改造，应该是做过很多的规划吧，是5A景区。然后他做了一些规划，你看这样，比如说这些售票处啊、检票口啊，全是规划过的。然后呢，进去之后土楼是还见不到的，不知道在哪里，还要往上走。然后呢，门票呢是五十块一个人。哦，晨起了。喏，晨前是吧？起后看到吧？承前祖的勤和俭，其后虽无读与耕。对啊，就是读和耕两件事情。非常重视，耕读。啊，承前。这样，规模是特别大。好吧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是楼王。他说他土楼王是因为就是说他规模比较大，然后呢，他有好几层。哦，完好是吧？对。但这里就是说是一层的。口罩戴起来啊！把口罩先戴起来。身份证有带吗？要不要上楼拍？来拍一首《论坛》来怎么样？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拍张内景没事的。好。现在可以上楼。你挡我镜头了，对不起啊。哎，现在可以上楼，干嘛下班呢？不需要，谢谢哦。上楼就拍到前景。他也是这样，当中有一圈东西。那他呢，不是一圈楼，这已经是第二圈了。侧边看过去，这是第一圈，最外面圈，最外圈是一个是主人的主的那个主要的那个住人楼是吧？就是从一楼到三楼，一楼到四楼这样。看到每家每户门口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箱子柜子。那柜子是1/3和2/3分的，1/3是放那个衣服，2/3是放锅碗瓢盆。为什么放衣服呢？他就是说，出去干农活之后回来了，在这里取了衣服，不用上楼了，就直接到这边旁边去洗澡。这是一圈，这是一圈全是澡堂，各户各家的澡堂。因为你记得，就是说他每一户人家呢是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是一户，所以呢他不会不用到上面去取衣服了。就在这里取了衣服去洗澡去，而且他是说不要把脏衣服带上去了，对，保持楼道的卫生，对，不用穿着脏衣服上去了，是吧？对，这就是他们的楼梯，是公共楼梯，一共有4个楼梯，是吧？每个，每户人家都会需要走这个楼梯上去，四个楼梯之一上去，现在有些还是继续保持的，就是说那个。洗澡室，这里穿过一个门洞，这是它的，这像一个侧边门吧？然后过来，我们这里会看到它除了这个刚才讲的那个箱子之外，下面还有一个箱子。这个箱子呢是他们养那个家畜，对他们就是说，为了防止那个土匪来围攻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大门紧闭嘛，对，里边的人也要吃喝嘛，所以他养了一些，就自给自足了，对，养了一些牲畜啊什么的，自给自足。对，然后我们从这里穿过去，到第二圈，旁边是浴室嘛，这个第二圈呢，是那个住房，
也是什么？应该好像是客房是吧？客房对客房。对。然后在门口都有一个，也有一个箱子，看到吗？这箱子嘛比较小。茶叶啊，食品、啊、点心 啊, 点心啊，对，招待客人啊。那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一圈是吧？全是一层的。嗯。然后呢，从这里开始。从这里开始呢，有二层，它有四间二层的房子，好像，嗯，是吧？这个二层呢，就是也是客房。这里开了一个井，这个井是活的还是可以用的？你看，嗯，这个井台呢是圆的，再往上看就是，天上开了一个方的窗。嗯，那么他们的浴是什么呢？从井水里面，一个圆形的井水里面呢，映射出这样一个方的一个天窗。嗯，那这样的就是外圆内方，嗯，就是一个古钱币的这个样子。嗯，这个在我们能够看到了 ，really， 你看，真的可以看到，哇，是吧？嗯，那你看这个角度看到吧，外圆内方，嗯，是吧？这就是一个钱币的意思，所以可以带那个财来，就是说，嗯，还有一个作用，他说这井里放有活鱼，他们早上起来要看一下这个鱼，嗯，如果没向你翻白眼。就说明这个水是安全的。对，用鱼来测，就是说，嗯，这个水是不是还就是能饮用，嗯，就是说，对，担心有强盗往里边扔下毒。对，下毒。嗯，就是哪天这个鱼不高兴的朝你白眼，那你就不要。你就不要喝这个水了。第三圈的是私塾，嗯，是他们的教书育人的地方。哦，私塾。嗯，现在到开了一些茶楼啊什么。嗯，厦门呢算是第一进，嗯，是第一圈和第一进，一进财，然后呢，进到里面来了，在第三圈的地方呢，有一个门是第二进，叫二进宝，地上有一个钱币的一个符号。到里面第四圈的地方呢，是第三进，第三进呢是人丁兴旺，所以一进财，嗯，二进宝。三进人定兴旺，对，第四进就是他们议事厅，顶花如角，明鸟，他也是供观音的。中华民国三十年，嗯，宁森，绕了好几圈呢。对对，啊，嗯，他这就是一圈呀，这就是一圈的，哦，这是一小圈，这是一小圈，是吧？然后他供的是观音吧，嗯，叫什么？敬魁是吗？笔画四帝。嗯。到了什么地方？福建土楼客家民俗文化村。啊，这是在永定区南靖县永定市区，这是一个永定的那个土楼群嘛。嗯。啊，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，里面有好多这个景区是沿着这个一个小河走的，然后这前面是服务中心，哦，可能要售票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好吧，我们去先买票去吧。这是一个国家五A景区，这个叫。红坑游客服务中心，这个地方叫红坑，哦，这游客还是很少啊。嗯，几乎没有。对，几乎没人。健康码，健康码。哦，行程卡。然后行程卡。嗯，好，可以。那个身份证给我扫。我还没有买票呢，在哪买票？啊，不是，买票的话扫二维码买票。我这边的话，现在是要没带身份证，身份证在车上没带过来。没带的话，先填写一下。这边人工登记一下。哇，你们比游客还多啊！是吧？非常时期。嗯。加这边。智慧。
微信打开扫一扫，两个人都要输入身份证号码。美团也行。这个就是是吧、嗯？对对对，第一个。嗯。哦，现在你们有一个折扣是吧？没有，现在已经是折完的了，折完了原价是90的，对，现在是40、嗯。这个包括些什么东西呢？门票？嗯，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红坑村里面哈，总共有100多座土楼，嗯、但重要看的是土楼王子郑成楼，它是中西合璧的楼中楼、嗯，对，你们可以去参观一下，它是具有代表性的土楼嘛。嗯、那这张票买进去呢，就整个村庄都可以去看。对，反正需要验票的地方都可以进去，啊，不用验票了，你进去只有郑成楼要，只有郑成楼要验票，其他的都不用。好好嗯。来买票的二维码里面。好，两家两户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好像我们要坐这个车的，好像。对他们说，最好坐一下这个车。好，我们坐一个小火车。这边已经有土楼了，那个方的、方的、圆的，还有团圆餐场地烧掉的部分，它那个烧烤过的上面是黑的。好，前面看到的是郑成楼，这是当地号称为土楼王子的那个土楼、嗯、对，也是楼中楼，里边还有一圈楼、嗯、这有个大世界吉尼斯之最。什么之最呢？看看，最有什么？最多的县。哦。土楼最多的县，永定县，这是吉尼斯纪录。哦。就是永定县是一个以土楼最多的县成为吉尼斯纪录。哦。这个大世界吉尼斯是中国的。规模最大的土楼为承启楼，我们昨天看的。对，土楼王就是。最高的为永昌楼。永荣昌楼。对。最古老的是龙安寨、嗯、哦，它这个建于唐朝哎、嗯、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承启楼是1912年，那是清朝啊、嗯、这有23000座土楼在永定。哇，好厉害，23000座。嗯，等他们在家训课的那边。哦，它其实每个土楼就相当于是大多数是一个家族，所以有家训、家祠之类的啊。它占地有5000平呢，规模看是挺大的。嗯，所以叫王子楼王已经看过了，现在来看楼王已经看过了，楼王子看这规模是很大啊。哎，它是威凤祥林写的是吧？对，正刚立纪。成德建材，一般那个对联都这样的啊、哦，正、哦、发财是吧？嗯，真是哎、嗯。哦，验票、啊、要验票一下。把口罩戴起来。好。哦，好的。这里面有一圈。下面停下来看可以。哦。它好像到处都写了这种红点啊，嗯，对联啊，而且很多是。就要求子孙读书啊、这个、哦，就楼中楼这一圈，这感觉这当中这个有点西洋式的样子，虽然上面是斗拱，对，这个柱子你看像西洋柱子的，他刚才说结合了那么希腊建筑的一些风格，就是这个柱头啊，你看、嗯、这柱头不是中国的，嗯，然后这个做法呢是中国的，嗯，这个缺角到这里的做法这是中国的做法，嗯，他说这是中西合璧的、嗯、然后阳台栏杆和柱头、嗯、上面的是斗拱是中国的，嗯，这个柱头是完全是希腊的，它是那个、嗯、是那个欧洲的，不是希腊的。嗯、对，他介绍里就这么说，有苏州园林的痕迹，也有连欧洲建筑的那个。啊，你看这个檐口的做法，一些特色，哎，特别这个啊，嗯、特别有这个特色。啊，这里有一圈廊，两层楼的廊坑的。哇，这个当中等于是有一个。一个楼了是吧？对，楼中楼。楼中楼。从刚才那个大厅的那个壁后面的过去，这是他的观音堂。嗯。这才是土楼原来本身的一个结构，观音堂。嗯。然后上面是他的住户。这个地方就是中国苏州园林的特色。哦，这里有很多住家。嗯。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幢楼算是比较干净的啊。嗯。